最远的，因为其实家里还有。我给你切上去呢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因为其实家里哇，我知，我怎么敢包回去？我因为明天是战争，明天要战争，我就不敢来。我先把它补好。因为明天战争，所以我不敢来。真的是刚出生哎，今天才到货的，我都把它补上去了。谢谢。那你先奶油弄，我们就限量五十几个，不用跟人家那边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就是有的那可是刚好那小孩说他等，他要来电，那我们就没办法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也不要急。不过人家搞不好，人家要买很多个签呐、啊，不好意思。有啊，这样也好几个签了啊，这很划算，真的很划算。他要杯子啊，明天来店里吃那个什么那个保温杯，因为我那个谁要？有点遗憾，因为我们觉得太多。